罗斯，美联社。体育中心综合报道，2011年例行赛 MVP 飙风玫瑰罗斯 Derrick Rose 今年以底薪加盟骑士，与詹皇詹姆斯 LeBron James 和闪电侠韦德 Dwayne Wade 联手争冠。而今天罗斯受访时自曝，三人七年前有可能组成三巨头，可惜最后并未成真。人们总是批评我没有帮球队去招募球星，但其实我有。罗斯表示，自己2010年公牛时期曾经录影片给詹姆斯、韦德和博许 Chris Bosh， 希望他们能来公牛一起打球。不过当时外界却批评罗斯毫无作为。罗斯说，不该由我对外透露此事，应该由球团来说明。不过他们什么都没有做，他也不知道詹姆斯他们是不是有看过影片。对此，詹姆斯承认罗斯曾经邀请他到公牛，不过却没有透露是不是有看过那部招募影片。